你们两个的关系是什么？母女兼同事。你们觉得你们彼此的感情好吗？蛮好的、啊。有吗？因为你们又是同事又是母女，那你们会比较常面对面聊天还是传讯息？比较常传讯息吧。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喜欢跟我对话。是年轻人都不喜欢跟长辈对话，会传讯息已经算100分的女儿了。嗯，也是。那为什么女儿会比较常传讯息？因为妈妈座位就离你不远，然后你为什么不会就是三不五时去她旁边绕来绕去？因为她会直接飙我，叫我别烦。下班之后跟假日也是嘛，比较常传讯息。对啊，因为如果打电话，她也会说我很吵。所以为什么妈妈不喜欢跟女儿面对面聊天？不会不喜欢啊，就是有时候我发现她讲的都是一些别人的八卦。同事的八卦吗？啊、哦，不是，比如说朋友啊。或者是餐厅里面隔壁桌的客人的八卦，他也会告诉我。所以妈妈其实懒得听女儿讲这些有的没的事。孩子们听到了吗？这就是妈妈的心声。你妈妈有没有教过你做菜？有，但是我都没想在听，我觉得很麻烦，还要做那些前置作业，很累。那如果妈妈帮你都准备好前置作业，你会愿意做吗？我就会愿意试着做，但我不想洗。那妈妈有一天老了，你还是会这么懒吗？为了她好，我还是订外卖好了。因为我觉得做出来会是暗黑料理。你妈妈很会做菜吗？嗯，她还蛮厉害的，就是不用靠食谱就都做得出来。你既然这么会做菜，你今天要教她做什么超高难度的料理？煎蛋。啊？就是先热锅一分钟左右吧，稍微有点微热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先下油，下了油之后再把蛋打在碗里面，然后你可以再把它倒进去，一点点，就少许的油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一颗蛋打进来之后，你再把它倒进去，这样子你才不会有蛋壳掉在里面，你就手忙脚乱的。这个时候，它可能表面开始稍微在加热了，你就可以加一点开水，一匙的开水淋在锅边，然后盖一个盖子让它焖一下就可以了。很有自信哦。你确定？对、啊，我刚刚都不知道我在听什么。孩子大了，所以他独立煮菜时间到了，3、2、1。所以麦当劳的早餐那种蛋就是太阳蛋，对，因为它就是蛋可以煎。太阳蛋可不可以用微波炉做？我没有试过，哎，这个有点难度。因为我上网看的时候，他有说小技巧，就是蛋黄一定要搓动。要不然的话，微波加热会爆开。哦，对，我的蛋黄很火嘞。哎呀，别理他，失败啦！你现在是不是看得很不顺眼？我浑身都不舒服。那作为太阳蛋，有没有一定要用什么样特别的锅子，还是一般的锅子就可以？其实一般的锅子都可以做的，都可以完成，只要你有盖子可以加盖的，其实我觉得就是都可以。哦，一定要有盖子，因为它会利用里面锅子的一些余热。去让它表面蛋白的部分是熟的，但蛋黄还是维持那个嫩度在。要做这种太阳蛋，有需要去买那种就是像那种铁环，然后可以固定形状的吗？还是可以不需要？其实不需要啊。那如果你真的要像麦当劳那样子，要稍微有个厚度的话，比如说你洋葱圈切厚一点，那一片可以变成是一个圆形的样子，不一定要去买那个东西。很聪明哎！来问女儿，你之前有做过太阳蛋吗？或煎蛋？没有，我直接失败变炒蛋。现在是一个蛋饼的状态。是，所以正常的情况底下，大概就应该是小小的。你看蛋大小，它就可能有的会大一点，有的会小一点，但可能是因为它蛋黄破掉的关系，所以才会摊成像个蛋饼一样。女儿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起来吗？可它蛋白还有点没熟哎，先讲看看。在场的人有人想要试吃吗？我不吃。如果你今天做菜给男友跟妈妈吃，一颗蛋煎丑了，另外一颗煎得很漂亮，你会把漂亮的那一颗留给谁吃？不可以回答自己。给我妈吃啊，丑的给男友。对啊，所以你比较爱妈妈多过于爱男友，因为男友什么都吃，不注重美感。我觉得蛋在锅子里求救哎，是好的。可以这样吗？把电磁炉当成电的东西。这跟我刚刚查资料的太阳蛋长不一样。试吃时间，长得跟平常真的不太一样。
点塑胶感，真假的？真的，你没有弄成这样。你把那个锅子的那个胶融出来了。真的是塑胶感蛮重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塑胶感？放的油呢？那个可能太少，但是因为你刚刚下蛋的时候，同时也下那个水下去，因为那个煎蛋不是靠油煎熟的啦。你们喜欢这样子一起做菜的感觉吗？还不错，只会一直被骂。妈妈今天骂的算少吗？对啊，今天镜头前骂比较少。女儿长大之后会有比较想要跟妈妈尝试一起做菜的吗？我应该是说实话，还好，还是她煮给我吃好了。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以及要身体健康，煮菜给小孩吃一辈子。我好想煎一颗看看。好，煎一颗看看。所以女儿刚刚做的时候是没有，刚刚没有这个声音，刚刚没有开那么大。是我讲的，就没有吱吱嘛，没有煎的感觉啊。哎，就没有塑胶味耶。嗯，比较好吃哎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可能真的那个油真的煎的比较够力。对啦，那为什么塑胶味就不见了？把它盖住了。